紧接着第五组落人，以法国洛河海为主题，融入刀叉元素，将洛河海长石的楔形、楼形、曲线、江形特征联系作用，运用服装大餐来呈现现代洛河的风格，轻把改变传统的概念，选用不仅时尚的黑色。Thank you.
雪模特精彩的演出。